trees, I'm in the breeze, my footsteps on.沉浸是体验小富婆的一天，挑战在大阪只花30个 W， 第一站就是直奔 Graph 来了。好的好的，今年的奋斗小目标这就有了。这大蝴蝶也实在太闪了，不多说了，拿下拿下。这一季迪奥感觉逛不出东西，下一个下一个，到宝格丽来试试手表吧。姐主打一个喜欢的就要立马拿下。经过 Chanel 拿了一个墨镜回去给你们拍开箱，趁着今天汇率没忍住，快把购物车都要清空了。姐妹说这条经典的比迪拜便宜了一半，这谁能不下手啊。我们还去新斋桥找了个中古逛了一下，我最近好像有点看到表就走不动道的感觉啊，款式还是挺多的，有没有懂行的姐妹来跟我说说这些价格值不值得买啊。最后就是记挂着我家里的好大儿，小礼物妈妈还是要带点回去。